Hello，晚上好呀，我还没来得及找歌，搞一个。谢谢你的奶茶。我什么时候割过了？找个歌啊，就到。你们看我的头发，就是因为我每天在家里就是都是把它这样子，我都是这样撩上去的。然后呢，它这里就，好吧，就非常回不来了。就很烦，很烦。放什么歌呢？分类歌单。潮流先锋。哎，为什么还要登录啊？好无聊啊。换一个。没有，我其实发际线也还好，因为我本身额头它比较短嘛。然后他现在发际线上去了的话，就刚刚好，我觉得是就是刚刚好的。对，因为我本来额头就比较短。啊，这个刘海我哭了，我本来想把它搞上去的，但是呢，很显老。我穿的这个衣服就感觉好像个大妈，然后呢，我就哎算了。拳头硬了，看到这个拳头了吗？对，但是这个是我妈还是我外婆的，我忘了，反正就很有年代感的一件衣服，就她穿上去也非常显年纪，就感觉一下子老了10岁。但是因为我今天实在太冷了，然后没有厚的衣服，我带回来的都是夏天的衣服，所以我就找了一件这个衣服，然后呢就，连我姐都问我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好问题，我也回答不上来，因为可能因为没有衣服了吧。貂真的有，我们家真的有貂，但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件不知道，因为我也没这个鉴赏能力。老了20岁，有这么夸张吗？可能是这个刘海也有一定的加成吧，就是让我显得，对，这样子。我搞一个什么把它粘住啊？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尝试一下。姐姐也没有，假装是一个。过去，好吧，好像有点不太行的样子，好搞笑啊！我觉得他中分都好，他不要给我3、7分，真的。我不喜欢3、7分。晚上好，你们觉得我胖了吗？你们觉得我胖了吗？大光明就是配上这个衣服，就感觉好像老了20岁。本来我穿着这个衣服吧，就好像只老了10岁，然后配上大光明以后，好的20岁。不，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直播看着更丑了。就现场看真人的话，还好没有那么夸张。晚上好。
哎呀，我发箍被我挂在后面，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我胖没胖吗？这样子吗？我不是说二十几，我是说老了二十几。欢乐谷为什么要去欢乐谷？欢乐谷有什么活动吗？谢谢你的奶茶。没有时间去欢乐谷。哦，外务啊？哦，我不知道哎，不去啊，因为我人都不在，我人都不在，怎么可能安排我外务？我不去。我还没呢。嗯，还没有那个，没做完，今天的还没做完。哦，感觉好厉害，大连锁外务，不过我在的话可能也轮不到我吧。哦，这个头发。嗯，救命啊，救命。晚上好，说不定有我，怎么就说不定有我了呢？我人都不在。剃光，好啊，我就不用梳头发了，快乐。然后每天出门戴假发，我也想剃光，马上安排。洗发露的钱还好，我买了，我之前买了很多洗发露囤着，所以就不用愁，不用愁洗发露。是假发超贵，不管是接发还是买假发，我都感觉挺贵的。嗯，因为我以前是我没有在我没有退头发之前，我一直都是。嗯，我一直都是一天一洗头，所以就洗头很洗得很频繁，然后那个洗发露就用得很快。后来我就索性买了很多囤在那里，但是吹完头发以后就不敢这么洗了嘛。嗯，超赛是超级赛亚人。嗯，我真的是我搞不懂了，为什么上镜能把人拍得这么胖？为什么呢？我真的觉得我回来以后看镜子吧，我觉得还行，挺瘦的。这么一啊，我要离远一点，我知道了，肯定是太近了。不是平的。哦，我知道了，要这个样子。哎，不好意思，要这个样子，45度，会小一点吗？横屏，我觉得你在整我。谢谢谢谢莫斯的姻缘棒，祝你愚人节快乐，晚上好。绿了一天，为什么是绿？真的，口袋除了美白磨皮啥也没有，它这个美颜就真是小多了啊。50米，我离50米，我直接就出我们家门了，好吧，我们家都没有50米这么宽这么长。笑死了。对，就突然暴露了是吧？
暴露了什么。我跟你们说，最近这边降温了，可冷了，真的。我刚回来那两天也是降温，我还开电热毯睡觉呢，好冷。然后就前两天出了太阳，出了太阳的时候好像天气就还挺暖和的。50米望远镜看到我这，体测，你们家厕所跟那个门口是离得最远的，我们家厨房跟门口是离得最远的。没有，可能就这几天比较冷，我估计到时候他们来的话可能不会这么冷吧。一望无际，四海为家是吧，以天为盖，以地为上，可以，难怪啊，难怪不止50米。广州我走的时候就很热，我觉得现在没有空调可能广州很难过吧，巨潮湿，那要怎么办呢？剧场是我家，爱护剧场，拔火罐能除湿吗？我好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拔过火罐。我记得以前就是公司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按摩，你们知道吧？以前公司会有那个按摩的人，然后每个月就可以约一次，好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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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然后每个月可以约一次。那个时候大家又喜欢做那种放松的嘛，然后就去按摩。那个时候就有拔火罐，然后后来有几个成员拔了以后，我们不是每周都会公演，有的时候会穿那些露膀子的衣服嘛，然后就看到那个火罐的印子特别特别特别深，后来就说不要给成员拔火罐。我在海口的时候有去体验过那个按摩，它是我没有拔火罐，我是用那个，它是有一个火罐，然后弄那个我的脚底心，用我的脚底心，然后我就觉得好难受啊，可能因为没什么肉，我就感觉它的那个东西一直在我的骨头上面摩擦摩擦，后来我就再也不想去按摩了。还有那个采耳，我试了一次，因为他们说采耳很舒服嘛，采耳，小声一点，他们说那个采耳很舒服，就是你只要躺在那里，别人就给你采耳。我后来，其实成都也一直有采耳，像那些以前公园里面也会有采耳。后来我就说，那我体验一次吧。然后你整个采耳的半个小时，我都是这样子，我觉得完全睡不了，我就非常紧绷。然后那个给我采耳的人就说，你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不要紧张。我就觉得真的很煎熬，真的很煎熬。有些人采耳真的可以睡的，他觉得采耳很舒服，他就睡得很舒服。但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别人碰我的耳朵，特别是里面，我很怕，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行，我从来没试过采耳，在海口试了一次以后，我再也不想试了。出坑粉丝，最后来看一眼，抓吧，你抓吧。我是怕，因为小的时候就家里人带我去那个补课的地方嘛，然后那个地方的老师可能太过于热心了，他就给我们掏耳朵，然后有一次就是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掏流血了，然后我就有阴影了，对，我就有阴影了，从那以后我都不敢让别人碰我的耳朵。真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给我弄流血的。而且你们知道，在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小孩子都在那跑来跑去，反正我就很害怕。
我现在都很害怕。他不是专业采耳的，他只是一个补课的老师，他闲得没事儿做。因为当时补完课以后不是也是要等家长来接吗？那个时候特别小，六七岁吧，然后等家里人来接，就是等着，他说哎来给你掏个耳朵吧，然后就给我掏耳朵，对对对，就闲得无聊，对，就是闲得无聊，然后就给我弄流血了，后来我就有阴影了。我发现我现在都还记得好多小时候的事情，哼，我记性超好。我记得小时候把我妈的一瓶精华液，你们知道以前的那刚出来那个就是那种挤的滴管式的精华液刚出来很流行的时候，我妈买了一瓶，我这几天才想起这件事情，我妈买了一瓶那种精华液啊，就是那种抹脸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很好玩，我就把它挤出来然后在那玩，然后就把它那一整瓶给它玩完了，就因为我不知道是精华，我以为是水，我就把那整瓶精华都给我全部我不知道弄哪去了，反正就好像是滴到楼底下去了，我就给它滴滴滴，我看它滴着很好玩，给它滴到楼底下去了，反正就没了，空了。后来我就以为里面是水嘛，我就给我妈装了一瓶自来水进去，就装了满满一瓶自来水。后来我想想可能过了一天还是两天，我妈用的时候发现那个里面怎么是水，她就质问我跟我姐是谁干的，因为我那个时候一直就以为里面装的是水，我是后来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在用这些东西了，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当时那个里面是真的精华液。对，我那个时候就在想，为什么这个水跟自来水不一样，它为什么还有点黏黏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很在意，因为我觉得可能只是水质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就直接给灌满了，灌了一整瓶自来水，后来被打了的。有被家里人打，没有，我心里，就是这种小孩子没有这个意识嘛，打一打，被打过以后就长记性了，对，打了，被打过以后就长记性了，真的，我觉得小孩子还是要从娃娃抓起，就特别是这些东西，因为他也没有意识嘛，也不懂，就你要告诉他，你要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流浪了一个小时，请问这算流浪吗？请问这算哪门子的流浪？这只能叫外出吧。远离小孩子。反正我就觉得，你就不能太溺爱孩子。小时候身无分文，那很正常。以前小时候，我给你们说，我现在都能找到，我给你们找，等我。我给你们看一个非常，我回来了，不是枫叶，下面是我的裙子，我回来了，看好，这是我前天在家里打扫卫生时找到的，你们知道吗？这个就是伴随我整个童年过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我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非常神奇，但是呢，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瞳孔地震。是竹子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但是我只知道从我记事起，就是每次就是打我的东西就是它，
真的这个打得很痛，基本上打一下就身上就会出现那个红色的印子。失踪人口，国产的电影吗？很夸张，但就只有这一个了，以前家里有很多个，而且就包括我外婆，她以前走在路上看那些树枝，你知道吧，就很夸张，那些树枝，树上的树枝掉下来了，如果她觉得有合适的，她就会捡回家。鸡毛掸子还好吧，我觉得。哦，你说鸡毛掸子把那这头拿在手上用那头打，哦，怎么可能偷偷丢掉，因为他丢了还会再捡啊，只要在路上，而且以前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很多很多树，到处都是树，然后每天都会掉那个树枝下来。对，因为后来长大了以后就没打过了嘛，就没怎么打过了，所以他这个就保存的还挺完好的。对，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是伴随着桂君整个童年的一根长棍。嗯，什么叫看热闹不嫌事大？没有，长大以后就可能觉得打孩子，主要是小的时候是他们觉得打了你也记不得，小的时候，所以就会打。但是长大了以后，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一个是因为小孩子长大了有记性了，二一个是就是这么大个人了，你要是被打的话肯定也会有阴影，会记仇嘛，所以后来就没打过了，长大以后。但其实我还是记得他们小时候打过我，这个基本上打就被打的经历太那个了，所以基本上不会忘。没有打，我从来都不还，我基本上被打我都不会还手的，打不过的话那肯定是因为要还手嘛，要还手肯定是打不过的，我不会还手，我觉得我还是挺乖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哦不，我骂要还口，经常就是本来没有要打我的，就是因为我跟他们嘴倔，然后就打我。啊，我不想听这个，走你。对打，又有个太上头了，太上头了，不听。今天好可爱，今天是愚人节，哼，谢谢谢谢珍宝鞋的姻缘棒，祝你愚人节快乐。今天怎么过的呢？听我放的歌都快睡着了，那你就睡呗，催眠不好吗？你要是想嗨起来的话，就是你可以自己搞搞嗨歌。只骗一次，有被骗的。父母混合双打，没有，我小时候没被我爸妈打过，都是我外婆打我，被我爸打过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被家里人打耳光，就是我爸打的。加班太辛苦了，愚人节泡温泉，哇塞好爽。但是你那边现在适合泡温泉吗？交对了朋友一时间。为什么你的朋友就是要对你这么的残忍？一般来说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都不会有就爸爸打了妈妈跟着打，通常来说都是爸爸打，然后妈妈在一边拦着拦着，哎呀不要打不要打，然后要不然就是妈妈打，爸爸在旁边哎呀拦着拦着，就不会有两个人一起打的情况吧，很少吧。我觉得是混合双打也太惨了。有，为什么开车了？特别搞笑，我这次回来那个我不是都没有出去玩过嘛，然后呢，然后那天囧就问我，他说你没有朋友吗？你不跟你的朋友出去玩吗？我说我好像没有朋友吧，然后我就回忆了一下，然后后来我发现哎我好像有朋友，然后我第二天就把那个朋友约出来，我就去玩了嘛，就跟他吃了一顿饭，后来囧就看到我发朋友圈就说天哪我好开心你有朋友了。
我说对啊，对你提醒我了，我有朋友，我是有朋友的。三个轮流打，那也太惨了吧！是谁？是谁加入了这个对立？是这样子的，因为我高中是在成都嘛，我高中是在成都读的书，所以我高中的朋友他们都不在这个，就不在我家附近。然后在家附近呢，就只有我初中的朋友，但是我初中呢又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人，所以就还没有跟他们有特别深的交集。这什么歌好熟悉啊，这是那个小羊的啊，这是那个小羊的，把我听哭了。这是那首把我听哭的歌，你们听听有没有听过。这是那个有个 B 站上有个很火的那个小羊，那个小羊的那个视频配的就是这个音乐，真的好好哭。为什么是短暂珠海粉丝？五一中太监，好的，晚上好。哇，我这个歌我真的，我听到它我都想哭。加薪一下，都看了吗？推荐大家去看这个视频，叫什么名字？我忘记视频叫什么名字了，反正播放量特别特别高，好像有1000多万的播放量。尽管我们手中空无一物，可以去搜来看看。运动会啊，我不去运动会。当时听我哭啊，我有次给你们放过啊，真的好好哭，我看一次哭一次。我们有一次剧本杀的时候，当时也是在放这个，然后又把我看哭了。55、25、23，你在说哪个时候啊？这个月吗？我不太清楚哎，这个月我就不太清楚了。剧本杀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玩的那个剧本杀是讲亲情的。然后呢，小声点。那个剧本杀完了以后，就放了一个这个，主要是跟那个剧本杀的剧情比较贴合。就大家还没有从上一个剧本杀里面缓过来，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主持人他就又放了一个这个，就大家又接着哭。还好，因为我当时是看过的，就没有他们哭的那么厉害。他们就是第一，他们都是第一次看吧，就哭得非常厉害。对，但我就玩过一次剧本杀，主要是它太费时了，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就如果说要跟别人拼着玩的话，就没有什么意思。我比较喜欢都是认识的人一起玩。你不投入啊，你都没哭过，那跟你一起的人岂不是也很难投入？真的，我们当时玩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没有那么投入，后来他出去的时候被我们一顿狂骂，笑死我了。但是里面还有一个求婚的片段，就他在那笑场，你们知道吧？大家都到最后了，因为要走了，那个人要走了，然后是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就让那个不太投入的人去求婚，因为他在那个剧里的角色是一个，就是他的喜欢的人，然后就让他去求婚，然后他就在那笑场，后来我们就很生气，就一下子就出戏了。哭不了，就你可以玩你不玩哭的那种本儿咯。对，我觉得出了人命的。那你玩的都是那种悬疑本儿。我还没有玩过恐怖的，我不敢玩，主要是我对恐怖的没有那么有兴趣。
哎呀，这个头发，算了，我还是拿个什么东西给它弄一下吧。剧本杀跟朋友一起玩比较好玩，如果跟不认识的人一起玩就没那么好玩，我觉得。基本上都是要玩4个小时吧，4个小时起步。这样子，挡一下，我真的太烦了，这个刘海。嗯。主要是跟熟的人玩比较容易投入，我觉得跟不熟的人玩，他们就不太就有些人他们就专门是去捣乱的，你们知道吧？他没有那么投入的。我做完剧本杀不投入的话，很没有意思。哎，这个怎么耷拉了？这个耳朵？就是我每天，就是我其实每天这个东西吧，它是这样子被我哦，就整个这样弄上去的。因为我每天要那个写作业嘛，我觉得刘海挡在这里太烦了，我就把每天都是这样弄上去的，所以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这个褥子。晚上好，你们记住我现在这个样子啊，记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给你们整整。就很有那个居家的感觉，有没有啊？阿姨好，阿姨包租婆，没有这么夸张吧？你们见过还长两个耳朵的包租婆吗？没有吧？你们见过这么可爱的包租婆吗？看下来了。就不太符合我的年龄。我天，这样吧，我热了，我都热了，脱衣服。我也希望我可以这个年纪就收租，但前提是我得要有 house。 不会的，这个是毛衣，很厚的。你吹着空调呢，你跟我说着凉。我真好热，为什么突然这么热？感觉整个房间可能是，对，气温升高。我也不想穿这么多，但是我们这边太冷了，就没有办法才穿这么多的。我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我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就是跟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嗯，这是那个在那个屈臣氏买的那个 BT21 的那个。我觉得很可爱，去哪儿带这都很方便，没有那么多重大发表，就是对我5月份回来，5月份上公演，应该是3号吧，3号，因为现在这个月实在有点走不开，那就5月见。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今天重大发表，那我明天再说。
五月见。五一有多少公演？五一应该有挺多公演的吧？你们可以等票务，等票务，等官宣。明天重大发表，就三号在，三号。因为我今天跟那个老师确认了一下时间，对，三号在。看一下下一首是什么歌。咦，这是什么歌单啊？怎么都是日语歌？这么厉害的吗？知道我的喜好。而且我感觉这些歌我怎么都这么熟悉、啊。嗯，哦，其实《七龙珠》我只看过一点点，就可能一点点都称不上，就一个片段。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有那个星空卫视，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看星空卫视，但它的那个电视剧它也是按时间段来播放，它比如说。这一个月是放这个电视剧，然后下一个月就放另外一个，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月就放了七龙珠，我就看了一点点，对，就是跟着看了一点点，后来他没播了我就没看了，主要是我也就真的只看了一点点，对，因为以前柯南也是在那个时候放嘛。是星空卫视，哦，但是你也是要追了他，你才会发现他是个什么样的性格吧？谁呀、啊？谁退团了？今天说的话可信度，放剑柄上。对，是兔兔，是兔兔，兔兔，小兔兔。你们知道吗？今天我外婆她问我要不要吃兔肉，我在想怎么可以吃兔兔呢？啊，怎么可以吃兔兔呢？我就说我不吃，我不吃。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呢？我说我不吃。嗯，还好我没有那么喜欢吃兔肉，我比较喜欢吃兔头，对，兔头是真的好吃，但兔肉的话就一般般。兔头归兔头，兔肉归兔肉啊。那个兔肉怎么说呢？我感觉它太过于 Q 弹了，可能因为兔子它比较运动的比较多，然后我就不喜欢吃那种，我不喜欢吃那种太 Q 的肉。啊，兔脑炖汤也没有这么吃过耶。兔头有肉，我觉得兔头最好吃的是它的那个，它的两边跟它的那个就是天堂的那个好好吃。嗯，有点画面有点冲击力了。啊、哦，我知道那个小舞，我之前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出他的 cos， 很可爱。我今天是不是应该拍个抖音啊？就是趁今天化了妆，我的什么蛙耳，什么叫蛙耳，哦哦，蛙耳，那个绿色的蛙耳啊，在我姨妈那边，然后我在这边就用的这个，然后我在广州用的就是雪莉梅的 nice， 看一下，
哇塞，天哪，我在美颜相机里跟在这里面完全不一样。我要拍张照片给你们看看我在美颜相机里面有多瘦。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嗯，这样。美颜相机不愧是，我随便拍的，你们随便看看。嗯？怎么会这样？跟我现在，我完全就是两个人。对，我感觉这个拍出来好吧，也不是，我没有这么好看，打扰了。好长的脖子，没有啊，脖子没有很长啊，跟我差不多啊。哎呀，怎么这么曝光啊？哦，这样，还好吧？还好吧，脖子。我怎么就这么长呢？删。就太胖了这里。嗯。不是啊，秃脑袋，怎么是猪脑袋呢？今天是秃脑袋。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越远，能不能不要记得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兔脑袋，兔兔兔啊，这个点找 PK 辛苦了。我最近唱歌非常的非常的奇怪，我觉得我又就是到了一个瓶颈期了，好难哦。一直在身边So, 你们弹的怎么样了？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无论是黑怕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哦，这都能忘，这都能忘，不愧是你。只能够不忍心闲过，变白了，因为我化了妆呀，化了妆就是会变白呀，主要是这个光线吧，光线。哦，谢谢。其实我还有一首歌想发，但是那是我给老师回课的歌，怎么说呢？我觉得唱得很怪，所以我就没有发出来，很奇怪，给你们听听。先暂停一下这个，我还没有发给老师，因为我觉得我怕就是他可能听完以后就说这个不行，所以还没有发。我唱了三个，然后。最后一次唱的时候，那个总分有5369分，然后我唱完的时候，它上面显示的是击败了100%的人 ，SSS 的评分。等一下，我调一下，啊，直接从第二段开始听吧，因为这是我回课的歌，但我还没发给他，虽然说我早就录好了，我觉得可能我还想再唱，然后再发吧。来不及高声感谢，听得到吗？你们听得到吗？来不及后悔，我还有太多心愿，太多梦没有实现，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你们听，你们有没有觉得？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
激动声音变了。那些年那几天那一夜都恍如昨天，这些年这几天这一夜你让我失眠，真的有点怪，但是我说不上来，我觉得不太像我的声音，然后跟我平时唱歌的那个位置也不太一样。没有没有没有，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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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还是可以贴着，还是可以贴着走的，只是声音不一样了，声音跟我以前的声音不一样了。对，我觉得不一样的点在我的声音还有那个位置。我们继续听歌，还没有发给老师，因为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再录一录。是有点怪，怪在哪里了呢？可是你不给我说出个怪在哪里了，你们就死定了。我那个时候没有，我怕喷麦，我是戴着口罩唱的，就是戴着口罩唱的，其实唱的还挺歇斯底里的吧，因为为了让声音传进去。声音有点怪，哦，诶，索巴尼一路内，一路索巴尼，索巴尼一路，我以前好喜欢这首歌，是什么里面的？好像中文有翻唱过。哦 ，baby boy，baby boy， 永远永远手牵手。大大的，哼。晚上好，用日语交流不可以，我们这是非日语学会。这歌词为什么比他唱的慢呀？怎么调这个歌词来着？嗯，哎，不对。歌词为什么歌词比唱的慢呀？哦，不会，我不会。因为我只会唱中文版。本来这几天要去那个检查眼睛，就是让我不要戴美瞳来着，结果我今天又戴了美瞳，笑死了。 Baby boy， 我会唱这个。晚上好，因为想，不是因为想做手术，我不戴眼镜，我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你发的弹幕，因为这个想做那个眼镜近视眼手术，所以要准备找时间去检查一下眼睛。我弟弟他是两年前做的，然后他做完以后好像现在都还挺好的。还有谁在考虑吗？难道说你也在考虑？
眼镜的话，因为它会有压迫到这个地方嘛，然后又会让眼睛多少也会有点变形。我是这次才考虑的，但是，就考虑考虑。主要是戴眼镜的话，怎么说都是不方便的嘛。而且我经常找不到我的眼镜，我有一次就是把我的眼镜这样子弄上去，我说我把那个刘海往上固定一下，我就洗个脸，然后洗完脸出来，我到处找我的眼镜，找了好久，然后发现眼镜在我的头上，太好笑了。真的，真的很好笑。有没有会唱的歌？太难了。不喜欢眼镜，我现在不想要眼镜了，我很后悔，我很后悔当时戴眼镜，戴了眼镜会发现真的很不方便，机票好贵啊。其实我还没有看机票，哈哈，等一下让我看看机票，我看了那几天的机票，机票。对啊，小时候真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把自己给搞瞎的，现在万分后悔。嗯，为什么？为什么五月的机票这么贵啊？但是好像五月二号还好，五月二号的机票只要500多，就跟后面的比起来还好。看看高铁票啊，高铁啊，为什么高铁票有这么贵啊？而且为什么现在高铁票都没有直达的了呀？高铁都要中转了，你们知道吗？高铁要在贵阳、桂林中转了，它都没有直达的了。どうして？哦，哎，哦，有，但是那一天没有，好像其他天有。硬座来回，这也太辛苦了吧！这太过了。来回可以让公司帮我买机票，真爽啊！对啊，太辛苦了吧！我是说你们辛苦，我是说你们辛苦，太难了。如果多走几天的话，我的进度就会被拖慢。
你知道有的时候这种例子一旦打破了就会很难那个，很烦啊。但是现在其实这样，我这样子也看不出来我是长发还是短发吧。应该很少有公司会报机票吧，就是报那种来回的机票。你又不是工作出差，对，但其实这个月的机票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啊，好像后面的机票都是那个价格了。七月份的机票比较，这个七月份是没打架吗？怎么都是520啊？不是大光明，我刚刚有弄过大光明，应该很少会有公司包机票，至少我没遇到过。好吧，我也没待过几个公司。这样子啊，就是突然变得积极，然后他说啊，既然你这么积极，那你去把其他几个地方的工作一起跑了吧，然后就给你安排别的地方的。哎呀，58了，哎呀，我要准备下播了，10点关吧，10点关直播。对，我今天还有作业没写完呢，待会儿还要继续写。羡慕夜宵，我看一下这个高度，你们觉得这个高度直播合适吗？如果合适的话，我下次就按照这个高度，还有点太高了。每天要做几本书吗？你们不知道，我真的每天做那个东西，我都觉得何必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别人都是4天做4个，我一天要做4个？本来我就没有鼻子，因为我鼻子就以前鼻梁被打断过，然后就没有什么鼻子。水都给我喝完了。啊！你们帮我做，后面太白了，后面不是有东西吗？下次如果要这样子的话，我可以这样子播，就是把这个地方作为背景，这样看着会好一点吗？可以吗？这角度本来我就没有鼻子，但这个滤镜确实把我的鼻子给我磨没了。我下次这样子，我下次呢就是我比着来画，我比着来画我的鼻子。我先把这个直播打开，然后我看我的鼻子在哪，我给它画一个出来。好的，那你们早点休息哦。
我也就关直播了。哎，太累了，太累了，我觉得做人太累了。啊，我看到这个作业啊，我的心拔凉拔凉啊！现在10点钟，希望今天可以在12点多之前睡觉吧。用圆珠笔画，请问我是什么？那个火柴人是吧？火柴人，我这有圆珠笔，随时。我这笔可多了，我跟你们说，给你们看我的笔，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笔筒。虽然说它是一个牙刷杯，的替代，不是。虽然说它是用牙刷杯替代的，但是呢，它非常的好用，就是包括你拿它什么的，就直接提着这个就拿了。我觉得我简直太机智了，哼！我的笔，快乐。我觉得每次写作业的时候看了这么多笔，就觉得对，好像作业都变得有意思起来了，哈哈哈。为什么被顺走了？白雪直筒笔，白雪直筒笔是什么？我喜欢用这个，我喜欢用这个。一般我用的比较多的笔上面，我就会给它绑这个绷带。我不高，我不高，因为我每天要做很多事情，我每天要做很多家务，然后我要去买菜、切菜、洗菜、做饭、洗碗。我觉得。非常没有效率，非常没有效率，而且我今天的计划又被打乱了。对，是今天还没过去，我今天本来安排的很好，计划的很好，我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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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被打乱了，真的很烦。我不喜欢被打乱计划，就是会做饭，因为就是家里老人做不动了嘛，你就得去做呀，就得你来做了，不可以拒绝，因为你在这里，你就不可以拒绝。不做计划，可是不做计划的话，那我就可能不知道等到后天满月才能回来了。我现在的话，就是。短期目标的话是一直持续到6月份的，呸，不能这么说，中间肯定还是会尽量找时间回来的，不然的话你们就以为我要6月份才回来了，不是这样的。点外卖没有，我5月份回来，不是跟你说吗，5月3号回来，不可能点外卖。我现在就去外面吃个面都会被说，我回来以后基本上没有出去吃过饭，因为我们家里人就不喜欢去外面吃，他们就觉得要过日子嘛，就是都是在家里自己坐着吃，就不会让我出去。我回来以后，就是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非常的省钱，我每天只用4块钱，这4块钱花在哪里呢？就花在我的路费，因为我每天要去吃饭，要去我外婆那儿吃饭，或者是就是干嘛，就是一般，因为我们现在这边已经有那种小电瓶自行车，就非常好骑，然后像距离不远的话就2块钱，基本上吧，这个月的开销就是在这个上面了。如果说我外婆跟我一起去了的话，我就会给她叫个车，然后就会贵一点，因为我不放心她一个人那个走一个人坐公交车回去，就会给她叫个车，就会贵一点，但是也还好。同学我同学同学吧，他们都比较忙。好了，我要准备关直播了，我要关了。那么又聊起来了，每天打底吧，主要是你们那边消费比较高嘛，像我在的这个地方，它消费就没那么高，然后加上我又不在外面吃饭，也不买东西。
就每天路费花点钱。好嘞，我要关直播了。拜拜。就是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开销就是吃饭吧，吃饭买衣服。对，像回来以后不在外面吃了，就一下子能省很多钱。然后我下个月就回来啦，下个月就回来啦。等我哦，等我。拜拜，晚安。拜拜。